市员蔡宗豪伊是第二会提案哦，希望讲下当地市场来推动环保的减速政策。环保局在5月1号的时候是在北区的开源市场劳力来举办环保新时代的这个宣传，扩大推广市场减速的政策。不过这活动是规划在大型储用柜马上就刷位，有一些所在等到搁倒有用一个狗仔来代替。议员蔡宗豪伊在总结询的时阵批评市府，说有钱办活动煞无钱来买硬体，要求市府爱将环保减速的政策甲做好。市府环保局伫公有市场推动地宣传活动，设置率大约70%。那市员蔡宗豪煞认为推动行动上慢，而且设置上每个所在大小无同款，甚至有诶只用挂钩处理，放诶位置相当无明显，民众未去用。也查出白管市所执行的相片，比较之下，认为市府各有真大进步空间。市场处是提供了场地，让环保局来执行环保这个议题。但是你们在做的事情，完全没有达到，没有办法完整落实的达到环保的效果，甚至没有办法落实的达到减速。那在我们环保局一点都不环保啊！治标针对个案，我们绝对要追究谁随意把它移开。市长走了，市场的柜子就被移开了，这个责任就治本来讲，这种所谓官场文化，好、哦，这种表面功夫的，我们要根绝。我既然要推这个事情，要把这个把它做得很干净，那民众知道这个就是要代代相传的位置，啊、哦，那因为确实你之前反映过，有些真的是很凌乱。这个我们都要跟市场处多一点合作，看去找到适当的空间，要加强管理。我们应该是合作的单位了，那这一部分我们可能有一些欠考量，这一部分我们会再让它更周全。原来是要在路口嘛，哈，那有些地方像刚你秀的一些地方，确实有是用挂钩，这一部分我们会来检讨。目前全台市45个市场，市府煞只有伫两位设置大型的储用柜，其他拢是以挂钩或者是回收地物箱代替。公有市场还未完全建置，民市场建置脚步更加慢。另外，就要求环保局要加紧速度，让清气的塑胶落啊、购物袋啊，会当地地相传。记者孙何启辉采访报道。